哎，十字系怎么会出现奇怪的回忆啊？十字系中的谜我曾听说过，十字系中藏很多过去细节、末节和琐事脉络，这些零散在各个角落的秘密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很多困惑。哎，这些谜里藏的都是过去之人的秘密吗？鱼姐姐，我们怎么才可以找到这些藏在十字系中的谜啊？依依最喜欢看别人的故事了。依我看，这些谜皆为事出有因，必然与当下境遇有所关联。我们过去之事错综复杂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们要好好探索一番。没事出有因吗？那就是会有各种可能哦。依依要睁大眼睛好好观察。小不点，你倒是对这种事情很起劲嘛。好，我们触发的就是这个四壁西行。神阙宫一行乘马车将至西域，可小公主为何要独自离开，抵达逃离点或击退所有婢女？小公主，咱们来这西域可是有什么要事呀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切莫多问了，专心赶路吧。青罗也是担心嘛，咱们很久没出远门了。青罗，肚子又饿了吗？垫些干粮吧，还得要一会儿才能到呢。还是紫韵姐姐知道心疼人，青罗的肚子还真饿了。小公主，马上进城了，咱们先找个地方又些餐饭如何？姐妹们都有些疲乏了。嗯，正巧，那便这么办吧。小公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们陪你。本公主还有要事，你们别跟着我了。小公主不要跑了，还是你要和青罗做游戏？姐姐们，我们快来抓住小公主啦！去到那里应该可以甩掉他们。好，葛云玉的天赋是蛙皇之力，对友方释放绝学时附加助安状态，持续两回合。助安行动结束之后，恢复自身气血，然后施术者法共成 0.2， 然后契约之术跟云影物换就是，传送至七格范围内的任意空格位置，然后并恢复两格内所有友方角色气血，然后驱上一个有害状态。OK， 就是 SA。也就是说，鬼灵玉真的是必练的，这无话可说。好，好休息。哦，这么痛啊！好痛啊！太痛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觉得不能打，打了我就输了。我只能传送到这里再打他。OK 吧？确认。小公主，别闹了！小公主已经过河了，青罗也要加快脚步了。哎，那怎么往回跑？啊，你往回跑我就走了哦。不是，他们打我就输了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！
青罗，你没事吧？好，我故意让他们打一下，看一下葛云一的招式好了。OK， 没什么特别的，好，还是赶快走吧。快走快走，本公主先失陪了。放心吧，本公主就是散散心去。定不辱命。依我看，小公主许是惹上了什么麻烦吧？平日都是我们四壁先行。这会儿好生蹊跷，我这心里不知何故，好是担心呀。你且安心吧，小公主素来心思缜密的，想是这种安排，我等仅待静候。再者，以小公主的技巧，我是能合力一直败下阵来。若是有人找小公主麻烦，那便是自讨苦吃。想来倒是不错，还没有人敢找我们神阙宫的麻烦。好，解完四壁西行之后呢，就是另外一个关卡，就是灾女被劫。哦，灾女被劫，是谁竟敢劫持神阙宫灾女？慢着，似乎这一切早有预谋。副堡主，查探过了，那马车往驿站去。可看清楚了，车上几个人？看清楚了，赶车的两个，一个紫衣，一个青衣，车内有三个，那小女娃在正中，两边各坐一个。副堡主，我说，咱是不是多虑了？这些都是些娘们小孩，咱还犹豫什么？直接掳了算了。嗯，你难道比堡主还明白？堡主都说不能小觑神阙宫。不敢不敢。好好看着，找准机会再来汇报。是。出来吧，本公主等你们好久了。看来堡主说的对，这神阙宫的斋女确实厉害，这么远都能察觉到我们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既然你察觉到我们了，为何还要退其四周，孤身相见？我来这儿是为了见一个人。这二太八听不明白小公主的话，二太八只知道要带小公主走，这是堡主的命令，请。好，我们用这个配置来打。时候尚早，那便和你玩玩吧。哎，我不能控制个云一，这样对吗？好猛啊！
耿于一就是猛。他打会死啊！真的痛！你就不动了，就放我在那前面打。还没死啊！不想玩了，盘沙堡堡主若再看。我可就不留手了。斋女莫要动怒。堡主，久闻神阙宫斋女大名，在下便是盘沙堡堡主伊伦哲罗。堡主小心，这斋女可不好对付。退下吧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斋女是来找我的。我找的却是你，但不是此刻的你。伊伦哲罗不知小公主要找的是何时的我，不过既然此刻相遇，有些事还想请小公主为我指点一二。哦，指点什么？不瞒小公主，近来我回想起一些不太寻常的事，异域宫殿白发红眼的见识，想来唯有尽知世事的斋女知道这些记忆究竟是什么。而且我盘沙堡中还有一块壁画，也想请小公主前去探看一番。那壁画想来你得手也颇费了一番功夫，那便走吧。堡主，这小丫头片子，切！你当本公主什么人？伊伦哲罗，你也大可放心，在未到那一刻，或者说你未遇到另一人之前，我都不会做什么。好，那十字系的这个迷之关卡啊，两关四臂西行跟斋女贝姐就是到这边结束了。这个是《幽城幻境录》里面单机版游戏里面没有的剧情，那手游把它加进去的，我觉得还算合理啊，还蛮合理的。O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